鼓励台南大厦七个校区退休了后，校园土地活用，有计爱交由地方有志业者。十二号下晡，立委郭国文邀请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，甲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会勘，了解目前的进度。那依照目前为止，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要处理。第一个是产权的部分，教育部已经答应说这个产权要移拨，无偿移拨给地方政府，但是目前的产权仍然在台南大学，这个部分要进一步的去处理的。那第二部分呢，这个园区的部分的 BOT 的部分的这个进度能不能如期，然后如此如简报的内容那么完美的落实，这是后续呢，不论中央我的角色或者地方邱经理的这个功能，我们都要一起来努力的地方。啊，同时这个七股，咱希望讲在咱的各国文立委的推动，以中央与地方吼来配合，咱希望这个七股校区赶快这个整体规划有一个规划出来，啊，带动地方真正有一个观光与美食亲子，会当予咱的七股的这个所谓咱的里面看会到啦吼，所以咱也希望讲。由大家今天来会看到有一个进度了哈。目前七个东校区分为两期规划，第一期预计由台南市政府办理智慧水产优质专区，第二期大约十八公顷的土地，预计将透过 BOT 由业者发展优质业。那预计在七月的时候，会正式的有一个招商的部分哈，会召开两场的招商说明会，在北部跟南部会各召开一场哈，然后到九月会正式做甄选的动作。那预计会在年底之前会把这个促餐案顺利的委托出去。李伟贵顾问表示，期盼这个案会当尽速落实，即会当成功，唔通失败，同时倾听各方的意见，为这个所在带来实际效益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